进客家村，很多人来看了以后都觉得，哎，不一样了，跟以前真的完全用心了、啊。你没有去真正的让客人有点深入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我们是每天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了解。可是你另外来讲说，我常常讲要体验营销，你看到对，你坐在办公室，你跟人怎么讲？我讲他听了，对，听了只是概念，可是你来这边去讲，你亲眼看到了、吃到了、住过了。你讲你才有说服力，不然你没有说服力。真的，真的。而且来这里为什么那么？10年前，对啊，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在，我说你吃的，你没有吃过，那他吃完之后，好想象，他房间有多漂亮，想象，环境多好，想象。你给人家吃了，人家都不用讲，对，对，根本不用说，都不用说，对啊，他还会帮你说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而且他说的还是没想到，等一下会经过那个土地公。对啊，这个有摆，下次你们也是那个土地公庙很灵哦，对，我们拜一个土地公庙，对，我们百年的。之前来都会来拜拜，对，他搭建很久，对，我知道。这个我有问我一个朋友，他说，谢谢土地公。